自拍杆。首先将三脚架的云台旋出，将螺丝装换座旋出，再将三脚架的其中一管脚旋出，并将此管脚上的脚架防滑垫旋出。将螺丝装换座中间的螺丝取出，反向装回装换座，再将螺丝装换座装回到管脚上。装上自拍设备，使用时可以将管脚旋转锁松开，伸长至所需长度。